他总是只留下电话号码，从不肯让我送他回家。听说你也曾经爱上过他，曾经也同样无法自拔。你说你却不会假装潇洒，却叫我别太早放弃他，把过去穿梭成一段神话，然后笑彼此一样的傻。我们这么在乎他，却被他全部抹杀，越等他越伤心，永远得不到回答。到底他怎么想，应该继续猜测吗？还是说好穿黄了吧，找一个人